Bhava Sukhasu Mipova Sariva Shidimi Pulayasa Sariva Karima Susamichita Siriyang Guru Ho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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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iva Tata Gata Vajra Nami Mocha Vajra Bhoma Samaye Sato A Om Vajra Sato Su Samaye Manabaraye Vajra Sato Din Numbo Tisata Dari Su Mipova Sato Su Mipova Arula Chito Mipova Sato Su Mipova Sariva Shidimi Pulayasa Sariva Karima Susamichita Siriyang Guru Ho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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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iva Tata Gata Vajra Mami Mocha Vajra Bhoma Samaye Sato A Om Vajra Sato Su Samaye Manabaraye Vajra Sato Din Numbo Tisata Dari Su Mipova Sato Su Mipova Alula Chito Mipova Sato Su Mipova Sariva Shidimi Pulayasa Sariva Karima Susamichita Siriyang Guru Ho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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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iva Tata Gata Vajra Mami Mocha Vajra Bhoma Samaye Sat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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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孤魂毗梨多莫叫平地起风波此行犯障须当邪教上传会议魔以发觉未发觉莫能风度病态曰虽无轻重尽劝除何须一意从整却以结正未结正达破严君台犯境此风稍当障云霄万里青天故炯炯诸佛只等会议魔修修修 更莫遭罪劫云仇吊竿已在阎君手切莫从前再犯垢几经四时圆满功德周荣汝等孤魂佛旨向什么处安身立命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主持从征化掌界从教合作不披露十四功德所生息 佛皆会向佛愿成立所有其所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 上来设放于其咽口平等甘露法时功德圆满无限量宁菩萨杀戒河南圣宗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Namo Amitabha Namo
方皆因阿弥陀佛，南无西方皆因阿弥陀佛，南无西方皆因阿弥陀佛。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耶多耶多帝耶多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斯多伽利萨婆诃。愿善西方净土宗教平莲花为佛国，花开见佛是。
光大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2,2215杯。希望
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具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的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将于农历7月30日、9月6日星期一地藏菩萨圣诞日，恭请广护法师带领大众恭读《延命地藏经》《大蒙山超度暨供万灯法会》，恭请慧泰大和尚来主法，并于当日抄检焚化节下期间3个月所有书写牌位，仰仗佛力加持，所有消灾超荐牌位皆能在法会中得到利益，以此圆满所有超荐法事。在地藏圣诞法会来临之前，大悲观音道场带领信众一起做好前行功课。七月是佛门教孝，也是佛子修行精进月，未来3周大众可以持诵报父母恩咒与地藏菩萨圣号、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作为前行功课。正如优婆塞戒经业品当中佛陀云，若果报定因后受者，事业可转现在受之，何以故？善心智慧因缘力故，恶果定者亦可转轻。我们应珍惜每一次可以大众熏修忏悔转业的机会，在农历七月期间加紧用功修行，以报佛恩众生恩。洽询电话0398993198，0398993198，0398986866，0398986866。直播平台 YouTube 或脸书搜寻，或脸书搜寻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安。COVID-19 变种病毒传染性高，已经成做世界主流病毒。咱嘛要持续加强入境管制，请按外国入境的旅客做伙配合。提醒所有来自国外入境的旅客，一定要配合相关采检措施，嘛要配合进行14天检疫。旅客在入境前14天内曾经去过风险源的国家，也是曾经在这个国家转机，拢要配合进入集中检疫场所进行14天检疫，嘛要配合专案采检。感谢辛苦的第一线防疫人员，也要请大家做伙来配合防疫措施，守护咱的健康。
界蒙熏，福化众生。2021年因应新冠肺炎持续冲击，全台未能完全解除警戒。有鉴于此，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宜兰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秉持谨遵佛制供佛斋僧之宗旨，续持举办宜兰全民共僧行动团，于2021年8月23日至9月6日借由主动巡回，遍及宜兰县各乡镇市之寺院、道场、茅棚精舍等进行共僧活动，集众人之力，以尊佛海，以培福德，去展供佛斋僧之慧命。此次行动共僧，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吴秀慧执行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朱如文理事长皆表示，共僧是佛弟子的本命与职责，尤其在防疫期间，更需当机带头典范，以最虔诚的心供养僧宝。感谢诸山长老、法师、僧众们长期弘法利生，身为在家佛弟子，应尽护法护僧之责，行菩萨之愿，广植福田，增上菩提。我想咱依然做的用这行动团，这几年季节拢去鼓吹爱生战生，大家拢爱共生。我想咱依然小小一个所在，首先因为疫情的关系，阮带领阮所有的咱的志工，咱的代表。拢伫宜兰县进行共生，因为今年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吴秀慧执行长，伊也非常热心来邀请，甲阮来合作来举办，即个今年称共一年共行动共生。目前我们主要任务正在进行全省的巡回行动共生，在八月初开始。我们已经陆续在中部地区举办了四场的共生活会，那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还会一一的到花莲、桃园、北部的、中部的，还有云林地区、高雄地区去共生。那农历七月又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教孝报恩月，慈悲置业常年来致力于孝亲尊师供佛斋僧。因为光是我们自身学佛还不够，也要带领身边的父母师长亲友同享亲近三宝的功德，能够引导父母修学佛法，才是真正的报恩以及孝道，并将这一份精神扩展为菩提心，进而普被一切众生。这种佛法的孝道精神与表现，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广。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请师众弟子一起来布置，共同发心修学佛法，共生积聚福德。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佛说布施经云，若以上妙乐饮食供养三宝，得五种比益：身相端严，气力增盛，寿命延长，快乐安稳，成就辩才。目前宜兰全民共生团正紧锣密鼓巡回中，十方善心大德、义工菩萨信众也纷纷响应参与，化行动为菩提悲愿。我们由衷殷盼此次宜兰全民共生之盛举，敬请随喜护持及加入，延续佛弟子对僧宝无上之崇敬，累积殊胜福德资粮。佛教慈悲置业采访报道。佛陀时代，有位婆罗门国王名叫多卫血，平日信奉96种外道。一天，国王忽蒙善心，欲行大布施，于是依照婆罗门教的规定，将其积聚如山的奇珍异宝布施给需要帮助的人。若有人来求助，便请他自取一撮珍宝而去。奇怪的是，国王如此布施了数日，
珍宝一点儿都没有减少。佛陀知道国王宿世积福，度化因缘成熟，于是变化成外道修行者前往该国。国王知道有行者远来，便出来接见，寒暄作礼后，国王问：你来此地有何请求吗？可以直说，不用客气。行者回答：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想跟国王化缘珍宝，建造屋宅。国王听了，告诉行者：没问题，你就自取一撮珍宝吧。行者取了一撮珍宝，走了七步，又将珠宝放回原处。国王疑惑地问他：诶，你为何要放回去呢？行者回答：这撮珍宝变卖后，只够我建盖房舍而已啊，日后要再娶妻就不够用了，所以不如不娶。国王一听说：这还不简单，那你就取三撮珍宝吧。于是行者取了三撮珍宝，走了七步后，还是回头将珠宝放回原处。国王又问他：诶，怪了，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行者回答：这三撮珍宝只够我娶妻，没有剩余的钱可以购买田地、奴婢、牛马，既然无法满足我的欲望，还不如放下。于是国王又应允他取七撮珍宝，行者走了七步，还是又退还回去。国王再度询问原因，行者回答：我娶妻后还会生儿育女啊，子女从出生到嫁娶，一切所需难可计量啊，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了吧。国王听了，大方地说：不要担心，我将所有的珍宝都布施给你，你就不需再为将来烦忧了。行者原本已要接受国王的供养，但想了想，还是拒绝国王的好意，准备告辞。国王疑惑地问：哎，你为何还是不接受我的供养呢？行者说：本来我是想要祈取珍宝，好令生活充裕无缺啊，但我深入思维，却发现人生苦短，万物无常，若是追逐财物，贪求五欲，忘记未来，只是徒增忧苦，一日只比一日更加烦恼而已，还不如放下这些贪欲，精进修行，勤求佛道，所以我决定再也不需要任何珍宝了。国王听了行者的话，心开意解，也愿意皈依佛教。于是佛陀恢复本貌，腾身虚空，现光明身相，为国王说了一首寄语：虽得积珍宝，从高至于天，如是满世间，不如见道积。不善相如善，爱如似不爱，以苦为乐相，狂夫为所厌。国王与大臣见到佛陀如此端严的光明瑞相，又听闻佛陀微妙的开示，法喜非常，纷纷求受五戒，当下即证须陀洹果。典故摘自《法句譬喻经》卷三。八大人觉经云：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道，唯慧事业。行者当了达世间无常，四大苦空，五因无我，假合之身终归变灭。若执妄以为实有，究竟不得自在。唯有少欲知足，是得自信珍宝，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
爱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慈悲没有敌人，慈悲不可能对立。Pasar por otras personas es el primer modo de amarlas y de estarles cerca de manera completa. La verdad es suya.今天我站在这里，事实上我也跟佛光山寺的法师啊，以及善国喜基金会的朋友共同来为许多亲身受到疫情冲击的人，有的是因为罹患新冠病毒而死亡，或者是确诊，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生活不稳定的人，医护人员、科学家和志工，失业的人，和在被强制封城之下忍受痛苦的人，还有失去希望的人，同心合意的祈祷。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席卷全球，普世人类深受其害，惶恐不安，苦不堪言。因为疫情严峻，有些国家锁国，国与国之间没有航空与船只的往来，无法直接接洽生意，只能用视讯或线上谈政治、谈生意，甚至家人也无法团聚，造成现阶段普世人类极大的困扰。所以疫情让我们的心里提早做准备，看清自己与天主的关系，唯有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才可以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成为一个馨香剂，在祈祷中发出生命的香气。愿我们在这非常时期，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启动，为世人来祈祷，把平安带给每一个人。挚爱的耶稣圣心，你仁慈的心敞开给世人来看，你爱人的火焰一直在燃烧，可是人类回报给你的就是荆棘在你身上，更每一次的罪过让你更深入的感觉到痛苦难堪，但是你无怨无悔，爱人永远爱人，至死还是爱人。我们来到你台前，希望你圣心可怜现代人类面临的大灾难、大的瘟疫，新冠病毒，我们实在求助无门，只有带来到你圣心向前，向你做恳切的祈祷，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让因为得到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能够得到安息，确诊的人能够有希望早日得到康复，医护人员让他用心的照顾他们，求你赏报他们能够保有健康的身体，让他们的家人也在你的照顾之下感觉到有安全感，以及所有因为新冠肺炎而灰心丧志的人，请你给他们信心，为他们加油，
让他们重燃生命的希望，因为你是我们希望的主，我们相信你，我们渴望你，我们也爱你，我们寻找你，因为你说找的人必能够找到，敲门的人给他开。我们来到你台前，恳切求你，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耶稣至圣圣心，求你垂怜我们，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敬爱的天主教刘总主教，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及各位观众，大家吉祥，大家好。近数月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不断蔓延全世界，全球确诊及伤亡高达百万人。现今闻之色变的疫情，民众受到极大委屈、苦难、恐惧和生离死别痛苦。政府除积极宣导各项防疫措施外，再度延长三级警戒。目前全台确诊及往生人数令人触目惊心，更造成民众生活上种种不便，百业萧条，生灵涂炭，且民不聊生，全台经济更是一蹶不振，人民生活在痛苦深渊，及担心被疫情感染，高度恐慌不安之中。感谢所有军警、消防及医护人员等，在防疫最前线的无名英雄，为了守护台湾，爱护家园，积极面对检疫，照顾病患及维护社会秩序，且不顾疫情感染威胁及传播风险，以满满的慈悲爱心永远站在第一线，牺牲奉献且背起辛劳吃无味的精神，着实令全台民众感动莫名与由衷敬佩。佛光有爱，同舟共济，普利世间。肺炎无情，菩提善心，悉能破尽。佛光人疫情开始，即以苍生为念，从国内国外竭尽所能，想尽一切办法，募集各种防疫必备物资，适时提供防疫人员必要装备，充分展现佛光人永远从关怀出发，热爱生命及人道关怀理念，以此对国家社会略尽微薄之力，看见了人间佛教的慈悲，也是菩萨发心，以救苦救难，拔苦与乐，慈航普渡情怀，积极面对疫情，将正思维自我潜修正能量，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共度难关。相信在黎明之前，暴风过后，就会见到湛蓝的天空，璀璨的阳光。艰难时刻，让我们跨越宗教领域，携手同心，共同团结一致，遵守各项防疫规定及措施，以虔诚恭敬心祈求上苍护佑子民，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
互助关怀，彼此鼓励，增进信心无畏，让疫情尽速消除，染疫者尽快痊愈，健康无恙，往生者安心归去，普罗大众回到往昔生活，即和合众缘，饶益有情，所有众生究竟解脱，六时平安吉祥。祝大家花开四季，更新天。活出爱，自然人生爱，活出健康新生活，同岛一命，联合抗疫，台湾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沈春华，大家好吗？自从本土爆发了 COVID-19 的疫情之后呢，那我们从进入了三级的警戒，那各种的规范也大大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冲击到了我们的经济，冲击到了各个产业，所以很多人的心情是非常焦虑的，对于未来是非常担心的啊，这些心情我也都有过。那另外呢，当然正确的资讯很重要啦，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时代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正确的资讯，因为正确的资讯降低我们的恐惧，提升我们的自信心，我们才有能力能够跨越这次的难关。全世界呢，在这次的疫情肆虐当中，我想也深深体会到了一点，那就是世界本来就是一家，病毒不分国界，所以呢，各国还有不分种族的人们，要以更大的同理心，更大的爱跟宽容，我们才有办法携手共度难关。好，让我们说一声，大家加油，台湾加油。各位亲爱的朋友，首先祝福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大疫情之下，我们还可以对谈。过去这一年多来，对全世界大概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而这个灾难来得那么样的突然，对全世界来说，台湾相对是算幸运的。可是无可否认的，已经造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焦虑，所有的神父、修女、法师们特别关心全人类在这面对这种疫情的一种心理的状况。那么我个人很荣幸应邀也跟各位分享几句话。我觉得在人生中间面对无常，大概是所有宗教家一直想要告诉每一个人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是转念。也许在这一段空下来的时间，有些人需要帮忙，有些人可能因此而反正要有一段安静下来的时间，或许这正是我们曾重新整理自己、关照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有多少没有看过的书，多少没有机会在忙碌中重新学习的一些技术，或者重新的检讨自己跟家人的关系、跟亲子的关系，或许在这个时候跟自己对话的关系。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地度过这一次的挑战，也希望经过这一次的挑战过后，我们能够用更文明的对待彼此。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台湾加油，祝台湾防疫成功，台湾加油！台湾防疫，疫情赶快结束，每个人都能健康平安，活出爱，有你真好。
度母心咒。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离苦，也现出绿度母的形象。常念绿度母心咒，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免除一切魔障，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消除世间一切灾难，增长寿命福慧。凡有所求，无不如愿，灵应如响。所以西藏人呢，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我们平常啊也常念。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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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嗡达勒杜达勒杜勒梭哈。绿度母为藏米中最易相应的本尊，若能专念受持，在遭逢危难时，必能蒙菩萨救度，成就所愿，能断生死轮回，除一切障碍病苦，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Om Mani Padme Hum.